他今年会穿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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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同的衣服。我说哇，你真的改掉那么多哎，你毕竟他也没那么高啊。我后来去查了，他其实是还要在网上，还是并不是30000块那样子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对，所以缺工这个事情，它有时空的问题啊，再加上这个现在的那个工作的选项也比较多，然后再就是说最主要还是服务业的薪水还是比较低这样子，对，我觉得它是有很多的面向要去面对的一个问题。我还帮他给了意见，我说嗯，这套好看，因为他今年会穿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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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同的衣服。我说我借我看一下这样子，对，然后他就图片给我看这样子。我说哇，你真的改掉那么多哎，你毕竟他也没那么高啊。不会，他至少他有入围啊，对不对啊？好，我们也会为朋友感到开心啊，是啊，嗯，我今年其实也有入围哎。我是制作人入围，因为当初那个整个节目的一个发想，他们有来跟我说，请我给他们一些当他们的制作人，给他们一些那个发想。节目入围吗？对，是节目入围。对，我不是主持，我主持没有入围过。我希望可以尽量，我每一年都准备，我只是没有机会穿而已。对，没错，对不对？我讲过了嘛，对啊，会不会今年没准备，就今年得奖？有可能哦，墨菲定律。